地球上有60亿人，一辈子会遇见2920万人，相遇的概率为0.00487，相爱的概率如此之低。顾小鱼，东财大辩论队的未来。我呀，东财大辩论队冉冉升起的新兴的美。认识这货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，这是一份孽缘。你啊，在我这儿人设就是爆。你跟男女厨子曝光了？眼睛瞎了吗？这帮人，你们哪儿像情侣了？妹妹，既然队友没了，我们是不是也会分开？不管辩论队在不在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恋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啊？恋爱就是他整个人都闪闪的发光，你的眼里就只有他，一直看着你。你去哪我就去哪，我一定会陪你拿到冠军的。